安妞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跟他讲说口罩拿下来。妈，你口罩要拿下来，你口罩先拿下来。他手机那个。好。然后再请他再把它，我们再挂掉一次，他会传达。你先不要紧张，你先把口罩拿掉。等一下打过去也不要戴口罩。对，啊你我打过去，你不要就不要戴口罩了，我重打。好。好。不好意思，那我要换电动一下。